要想减肥成功，首先你的代谢得好。如果你的代谢不好，减肥会很难。如何判断你的新陈代谢是高还是低呢？这需要两个数字，晚上临睡觉之前你称一遍体重，第二天早上空腹你再称一遍体重，用头天晚上的体重减去第二天早晨的体重，如果大于等于 0.8 斤，恭喜你，你就是人人向往和羡慕的易瘦体质。如果这个差值小于等于 0.4 斤，那你就应该想办法提高你的新陈代谢了。如何提高自己的新陈代谢，下面呢我就用八个方面给大家讲解一下。第一呢，就是不要久坐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利用空余时间要多活动活动，就是走走路也是可以的。我老公在减脂期有时候掉秤不好，就出去散步两个小时，掉秤就可快了。因为你在活动的时候，我们的体温呢就会升高，体温升高一度，我们的代谢提高 10%到13%， 想想它有多重要呀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睡眠一定要好，每天晚上11点之前睡觉，不要熬夜，因为熬夜会影响瘦素的分泌，从而影响代谢。第三呢，就是不要节食，短期的节食你也许会瘦，但是它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，一旦你恢复饮食就会报复性反弹，直接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。第四点呢，就是不要无碳饮食，有的姐妹只要是一减肥就把碳水断掉，我们的姨妈就会出走，头发大把大把的掉。碳水是我们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，长期不吃碳水，我们的情绪会焦虑。我们可以米饭、玉米、南瓜、红薯、粗细搭配着吃，有利于健康，也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。第五点就是一定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，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，充足的蛋白质有利于脂肪的消耗，从而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，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肌肉，从而提高新陈代谢。第六点就是要多喝水，每天保证2000到2500毫升的水，因为脂肪的代谢需要水的参与。第七点呢，就是一定要吃好早餐，早餐是开启我们代谢的一天，因为我们人体在睡眠的时候代谢是非常低的，早餐会激活你的代谢，帮你更好的消耗脂肪。第八点呢，就是要补充复合的维生素，因为维生素有17种的生物素，对我们养发、护肤、护甲都非常好，还有烟酰胺和矿物质可以促成胶原蛋白的合成，皮肤 Q 弹有光泽，维生素还可以营养我们的神经。我吃维生素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发现睡眠特别的好。我们吃再多的膳食纤维也是补充不够的。视频的后面呢，还有我们今天三餐的分享，如果需要食谱的姐妹可以在评论区报上你的身高体重，我就有一份免费的食谱送给你。来吧，上我们今天的三餐打卡。早餐我们吃帕梅拉，如果家里没有燕麦片也是可以的。帕梅拉主食蛋白质膳食纤维都给咱们拉满了，再加上一份固体蛋白，250毫升的纯牛奶。超模的早餐不仅营养丰富，饱腹感是极强的，热量也很低。中午水煮大虾8只，200克油菜少油少盐炒一下，主食是100克的糙米饭。晚餐炒茼蒿加一个豆皮肉卷。